显眼的圆形穹顶，搭配上鲜艳的红色砖墙，俗称清真西寺的上海小桃园清真寺，是在地穆斯林信仰文化传承与活动聚会的中心，极富历史文化意义和建筑艺术价值。清真寺主体采取传统的西亚伊斯兰建筑风格，镶嵌着古兰经文的大门，点缀着繁复的雕花装饰，展现出精湛的工艺技术。内部的礼拜大殿则是相当的宏伟壮观，设有祷告殿、讲经堂、图书阅览室等区域，陈列着丰富的经书典籍与伊斯兰文物，安详庄严的气氛令人心灵平静。